有出手机会，剩下七秒钟，来看张志峰，哦吼吼吼，保不到位了啊！来到了 T1 之后的第一个 Field Goal 出现在台地体育馆，第一颗出手就命中，真的是赏心悦目。一分的落后，张天直接杀进来了，下半球再传，有空档，张志峰的三分球，哇！定海神针，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，张志峰得分上、组织上，其实就必须要下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。哦，这时候张志峰来了一个翻身的两分。也都是很合理，因为张志峰以经验来说，以稳定性来说，真是有一定的水准。哇，马上投进！哦，又是找到篮下的机会，刘仁豪的犯规 ，Davis and One。志峰在整个接球前，他已经把整个对方整个防守的阵型，他看得非常清楚。身高也蛮高的一位洋将，哎呦，张志峰吃了林泰勒一锅之后，把球捡回来，两分距，懂了，对，完全不被上一波火锅的影响。哦，从后面下手偷球成功的是张天乐，前面是海阔天空了。哦，两分差，这场比赛还是非常的精彩啊！刚才则是张志峰的长传助攻，是秀了一下小小的腰力啊，非常的全面啊！对，张志峰，小禁区，小赵加一个机会来了！哇，张志峰每次进球，现场的欢呼都特别的大声，是。吊给张志峰，哦，可这个 nice 啦，他把双手暴扣，很美的漂亮啊，上的真的是精彩啊！张志峰来发动这波攻击，给到郑伟，郑伟面对林泰勒的防守，再给张志峰，给的比较偏一些，剩下八秒钟，张志峰再进去上篮得分。还躲过失踪的风景，哦，小心啊，又要受伤了。